但是作为工商，每一次工商游戏我都会去玩一下嘛。那 Tape Titan 算是 Tape Titan 算是，哎、欸，你们 ID 不要乱取啊！这是什么社什么体外什么的，喂，哎、欸，把 ID 乱取，不打断我讲话啊！哎、欸，那个尾气 ID 的不要乱加我好友啊！我刚刚讲到哪里？反正这工商我去了解一下，就玩玩我自己上瘾，蛮好玩。你看我打到400多关了，然后其实我已经三转还是四转，反正还是蛮好玩的啦啊！喂，干嘛？哎、欸，胖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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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拨打的电话是瘦子，请查明后再拨。然后挂电话。搞不要乱叫哦，哥一个，哥一个瘦到不行。哎、欸，听说我们是情侣装的，你敢信？屁嘞，没有你穿的，我有特别去看你穿的跟我不同一件的。哦，我们穿的不同一件，然后谁跟你情侣装啊？对啊，要是我跟你穿一样，增加我的困扰。谁跟你情侣装啊？我真的啊！快！我上次有看新闻啊，那个我跟彩杰是情侣装啊。陈彩杰是不是？嗯、你说陈彩杰是不是？没事，谁是陈彩杰？不知道，我家楼下在给他上啊。你家楼下上叫什么名字？你竟然还是黄彩杰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讲？小老师现在应该80岁了吧？哎、欸，各位，这个游戏我觉得很特别，是它的那个画风很可爱，有那种吉米的那种感觉。对对对，它是走吉米风。对，像 Iris 这种爱装可爱的人，就最喜欢玩这种游戏。那你就可以因为这个游戏认识一些爱装可爱的女生，棒吧？好像还有道理，是有这么一回事。对啊，赶还不赶快下载来玩啊？哪一个？哪个？你现在点点看看我画面有没有人帮我点？啊、欸，有啊，我看到你嘞。有啊，我敲你啦。不是，我是说我看到你站在我旁边嘞。各位大家看到画面中这个带怂怂的，很像清末明初的那种啊，明末清初的这种帽子，就是收贝尔，左边就是收贝尔。你是不是戴西瓜头啊？对，西瓜头是我啊，帅吧？为什么你的头有西瓜啊？花钻石买就有啦，我教你啊。等一下，我教大家一个秘技哦。等我一下，这个游戏要变强，有一个方法。等我一下，各位，我决定趁着今天跟大家分享我这20年来玩游戏变强的一个方法。我只说给我们频道的人听，你们知道之后不要讲出去，好不好？来，跟大家介绍。我大概知道你要说什么了。跟大家介绍，来，这张 Visa 卡，来，用这个游戏就会变强了，来。来，跟大家分享，这是我多年的一个心得。来，好友好像是类似分身的存在，但是我们的关卡还是分开，所以可以帮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哎呦，那你现在多少？17、18啊！哎，你太过分了吧！这种偷跑你受得了？没有，我就是高等玩家。你看我左手，现在我让你一只左手。好，那我也让你，我让你右手。欸、我是右撇子，我让你右手。我操！我让你左手加小拇指、无名指跟大拇指。我只用左手的大拇指给你打，我连左脚都让你。我用耳朵玩。你用耳朵玩，我看你实况，你用耳朵玩。好痛，哎、欸，有点痛。你用耳朵玩。我用耳朵玩，你敢信？我用鼻头玩。哇，鼻头，我。我叫小公主来，我叫我们家猫玩，来。来，小公主来，小公主来了。等一下，谢谢大大订阅。小公主不见了。谢谢大大订阅，谢谢克莱 CC 大大重复订阅。哥现在是用鼻头玩吗？你们刚刚看我实况、欸，不要浪费钱呐、啊。你们看我实况。哎，小公主来，我们家猫咪，我要召唤我们家猫咪，你等我一下、哦。你太无耻了，用小公主。等一下，看到没有？我要跟你决斗。来，猫咪对决，来。哎，Niki人呢？Niki。来，现在就小拇指，小公主在玩。竟然召唤小、欸，竟然召唤猫，你真的很过分！来，你等一下，我现在就去叫我家女儿、欸。看到没有？这游戏来，什么实况主养什么猫？高等玩家养的就是高等玩家的猫啊！啊，看到没有？那打得有点慢，打得颇慢了。哦，小公主们使出左右双手的一个连击的一个高端技巧啊！一气之下来，我真的是来，你起来，伸出你的右手。我家猫不理你啦，不要再装了，不要再装了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家猫开始玩了
我小公主发出愉悦的一个叫声。你给他手救我，来，乖乖来来。我家 Niki 感到无奈，奇葩主人今天怎么了？那个小公主听到你们家 Niki 来，她不爽，她走了。我跟你讲，你看我家 Niki 比较厉害。好。我还不趁你，我还不趁你在 Niki 的时候超越你。Niki 来，来乖 Niki 来。好 ，Niki 表示，然后 Niki 要走了。好，谢谢海底大大的。视讯超猥琐。好，海底大大两美金说我的视讯超底锁。哇，超底锁，很好。他真的有问题啊，超胖底锁吧？